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飞廉啊。咁事隔五个月之后 ，PAD 终于都有新合作啦。即系五个月前就 Marvel 啦，今次咧就是《咒术回战》。其实嗰阵时出《鬼灭》嘅时候咧，我都有谂过几时会到《咒术回战》嘅，因为其实呢两套喺近期嚟讲都真系非常之红。好啦，今次其实我个最主要个目标其实都系得两只嘅啫，一只咧就系五条，另一只就系、是、其实佢。虎杖我就不是太喜欢，我是其实喜欢缩摊多一点，因为他变了身之后，他的技是挺啱我刚刚新抽那一只童话世界，因为上次游戏王有再合作嘛，那我掉了我所有蛇去抽这只回来，因为他这只变了身之后其实真的很犀利，很容易打到21点以上，那而咁啱他今次合作、五条其实很想入到队长，他本身他进化了之后佢係火水暗同時攻擊有輕減，有五倍攻擊，跟住然後暗出生就2.5倍血，再多五倍攻擊。其次佢自己覺醒亦都有三個嘅三色加成，所以佢本身個攻擊力都相當之大。而點解我話想要縮攤咧？係佢所有嘅覺醒其實好啱掉入去。我童話世界嗰個隊，但係佢要變身做縮攤，佢今次有少少特別，因為平時變身技咧係靠技能去變噶嘛，但係今次佢係靠血量去變。如果冇記錯，好似話低過20% 佢就可以變身，所以我好想試試睇下抽唔抽中佢，玩一玩睇下呢只究竟有幾咁厲害。廢話唔多講啦，因為其實之前咧我坐400几只諗住俾新合作嘅，但係掉曬落去遊戲王啦。但係呢段時間我都儲咗117只。計落有16抽，連埋佢俾嗰兩抽免費，我就 total 有18抽。我睇下18抽裏面抽唔抽到呢兩隻，試咗個免費抽先。期望我都唔會特別大嘅，其實老實講。喂，第一隻就轉蛋，我仲以為第一抽又中，不過都好，第一抽，啊，睇下之後會唔會都係咁順利啦。都是轉蛋，但是七石通常全部都是轉蛋，我都不好記得，是應該七石全部轉蛋。這個六 combo 以上輕減攻擊15倍，三石以上同時攻擊半減兩 combo 加算，不是我目標。進入正場，哎呀，未整，我未搞我的傷添啊！要清嗰啲伤先，我要Marvel 嗰啲，掉走两只雷神啦，我都唔系好用，就黑炮掉走两只啦，壳掉咗一只啦，跟住啊咁样先啦，跟住仲有冇啊？跟住仲有冇啲咩可以抌啊？清晒成个仓先，这些道理滅法書掉下去，1、2、3，好，夠，應該夠用的，不夠再咩？好，正常，有12抽而家，唔係，而家 total 有16抽，係啦。正式開始，好緊張。即係今次全部轉蛋，我又真係佢唔知出啲咩俾我。算啦，呢啲我唔理啦，呢啲。我最主要係五條同埋縮攤。係咪真係咁難抽咧？今次？即係上次遊戲王合作，我真係覺得幾易抽，我好容易抽曬我所有我想要嘅嘢。但係今次睇落好似冇咁順利喎。呢個我唔望啦。你哋幫我望。係咩啊？哇！不過好，呢個我知道有新版面唔差。
起碼都要叫一隻八星，係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星，呢只可以一試嘅。不過我其實木隊真係唔，我木隊真係冇人嘅，我全部我所有嘢都係暗隊。咁你啊，蘇丹，哦。我哋冇啦，仲有十抽咋？喂，点解成日都系你噶？又系你啊，陈生！我唔要功夫熊猫啊！喂，咁样唔得喎，而家好似系得两只系七星嘅啫喎。我冇記錯，好似兩隻七星。喂，全部俾曬啲 Kitty 飛，我唔好得啊！望一望個倉先，而家我睇下而家我 total， 我嘅第係啦，第一隻七星，跟住呢隻已經唔係，而家兩隻七星，連埋呢隻三隻，呢隻點解係咯？又係冇得進。等先，我清咗佢先。我呢、這个我唔理咁多住，买两只先，因为我呢啲我唔 keep 嘅呢啲。啊，咁算好唔好啊？我都算易中七星率，但系。真係冇嗰隻喎，冇五條喎，冇縮攤喎。得翻六抽。哎呀！啊！上次遊戲王抽得好順噶，點解今次喂咁嘅？我唔使兩隻中曬啊！你俾一隻我得，你俾只五條或者縮攤我都好啊！再四抽，拉屎四抽，啊！我咁樣叫好唔好睇咧？幫我睇埋咧，就我真係唔想睇啦，已經去到。拉屎兩抽啊！咁鬼快嘅，啊！望天不负有心人，算唔算海底捞鱼？中咗五条，买咗啲嘢先，哇，好开心！睇下会唔会海底捞鱼中埋只苏丹 ？Come on， 你啊，你苏丹，苏丹，苏丹，哦。啊！都好，起碼有一隻係自己想要嘅。咁今次其實我抽咗十八抽 ，total 一隻、兩隻、三隻、四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哦，唔怪之啦，原來我數錯咗五條同埋蘇丹係八成，唔緊要，搞錯咗唔緊要。At least 我而家今次我係有一二三四五隻係七星，一隻八星。你問個率我唔 OK， 我覺得蘇花唔曳，雖然有啲啲驚險啊，要去到差唔多尾二個抽我先中到五條翻嚟 ，but。OK 嘅，
係啊，好開心。哦，因為上次我攞400多隻掉遊戲王，冇乜感覺，我點我都可以掉到你中，係咪先？但係今次我得咁少隻，我得個10多抽，要抽到其實真係唔容易，但係 OK， 都總算抽到。我睇下嚟緊，我會唔會試下攞佢嚟砌隊打場？因為我真係好耐冇打過，我唔知道我可唔可以打到而家嘅關，可能我都係打翻可能雙極啊，或者二型嗰啲，我睇下可唔可以過到。好啦，我試下研究下呢只先。哎呀，好開心啊！好耐未試過拍片抽中我自己想要嘅嘢，上幾次 Marvel 我都淨係抽咗 Thanos， 抽唔到 Spider-Man， 但係今次我希望我抽到我真係堅係自己想要嘅嘢。好啦，今次你條片到呢度先，我研究呢只嘢啦要。我哋下次再繼續啦，拜拜。